李牧原居士最近看了一块地，想买下来做弥陀村。今天上午带领我们同学去参观，将来弥陀村怎么样一个建法，因为它是一块空地，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设计使用，就比较方便多了。那买现成的房子受很多的限制，希望将来我们净宗学会跟弥陀村能够合并在一起。听说这个地方呢还相当顺利，所以大家看了之后都留意一下，我们参考大家的意见，将来怎么个做法。那么香港那边我们也想建一个小道场，现在看情形呢也有可能。一般社会大众对佛法误会的还是很多，我们知道佛法对社会、对人民、对一切众生有真实无尽的好处。非常可惜这些误会把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障碍住了。这是非常惋惜的一桩事情。我们有责任把佛法介绍给大家，有责任在这个社会推展。当然自己更应当认真努力地修学，超越三界，往生不退成佛。如果你有慈悲心，想为社会为人民服务，你可以成愿再来啊，成愿再来，你是佛菩萨了，你有无量的智慧，有无量的善巧方便，你帮助一切众生才能做到尽善尽美，而不至于产生许多副作用，一般所讲的造孽，那就真正能够避免了。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凡夫之人呢，总免不了外界的诱惑。如果在这些诱惑里面起了丝毫贪嗔痴慢，都造业。造业将来受报啊！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不能不留意，决定不可以把佛经里面所说的话看作
那是迷信，那不是真实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诸佛菩萨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，他为什么骗你？凡是欺骗人，一定有他自己的企图，有他自己的目的。他对这个世界，对一切众生，他没有企图啊。那为什么会骗人呢？凡夫才会骗人呢，阿罗汉以上决定不会骗人。句句说的都是事实，都是老实话了。你不相信，那是你没有福啊，你还要受罪。你相信啊，你就是有福报了啊，能信能结能行，你就必定能正果。所以我们学佛，记住这两个字，学佛一定要学像佛啊。佛没有自己，我们也学的时候没有自己啊，一切为社会，为人民，为众生，没有自己啊，这样才像个菩萨了，才像个佛啊。所以道场的建立，我们征求大家的意见啊。我虽然早年有那么一个想法提供大家做参考，我不坚持啊，你们大家看意见什么样的形式好啊，大家提供意见，然后由林牧云居士啊给他做最后决定啊，他找人来画图啊，我们希望这个道场能早一天建好啊，大家了身心安稳啊，老实念佛。这个李居士昨天也提出来了啊，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归属感啊。那么弥陀村李居士的构想是开放的啊，是提供给全世界修学尽宗啊，念佛求生净土的人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修学啊。如果他能够拿到新加坡合法的居留，他就可以在这常住啊。拿不到居留，那么到新加坡，新加坡会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啊，也有给三个月的时间，那么你就在弥陀村老老实实住一个月，住三个月，一生呢来一次，这一次都非常难得了，这个缘都无比的殊胜的啊。那么目前诸位在居士林四楼念佛堂，你们都去念过，你们亲身感受啊，一生当中能在这里念一天，那个功德利益了都不可思议啊！何况你连续在这个地方念一个月，如果有机会每年来念一个月啊，这个人往生净土啊，可能性就很大了啊！常住在里面，我们可以肯定。他决定的是啊，所以这个道场
难得啊，新加坡这边同修们这么热心的热烈来拥护啊，热心来促成啊，真正得三宝加持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，所以他们的进展呢，这么样的顺利啊。我们在这个里面修学的人，要发真诚之心，要真正觉悟，不能辜负啊这些护法了，不可以辜负诸佛如来的本愿啊，一定要晓得，这样修学的环境遇到不容易啊，确确实实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们在以往别说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啊，只是在书本里面看到古人的记录啊，有几所也不多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道场的出现，尤其出现在现代，啊，我们最近你看在这个新闻里面，诸位所见到的，全世界到处有灾难，而且灾难都非常严重啊，啊，这个地方出现稀有的道场。是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，救度世间苦难的众生啊，这道场在此地出现了啊，希望将来这个道风能够传到全世界啊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道场建立，我们深深相信，世间的灾难，纵然不能够断除，必然也能够啊减弱。啊，受灾难的时间，我们相信也会缩短。啊，这要靠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用功修学了。这个道理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都讲过了，我们的修学不是迷信，我们通达其中的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自然是感应道教。不但同学们要认真努力修学，还要学习领导啊，你在这边多多的观察李牧原居士啊，多多的向他学习啊，将来我们在此地学成了，诸位回到自己居住的地区，也能建立这样的道场。
啊，理句子有许许多多的长处啊，是一般人所不及的。啊，第一个条件，他没有私心，没有问我。啊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啊，真正能做到大公无私啊。啊，第二个他有悲愿。真正发菩提心的，别人念的四弘誓愿、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是嘴皮上的发心啊！啊，李居士是真发心啊！全心全力帮助众生，成就大众。这个弥陀村建了，他不去住啊。给别人住啊，他没有在那里修行的，啊，全是供养别人的，啊，自己只是辛辛苦苦服务而已啊，啊，服务又是义务的，没有丝毫报酬。他没有在居士林进中学会没有拿一分钱啊，为什么人家工作这么认真这么努力不眠不休在那里做，你们诸位想想，要不是个菩萨凡夫怎么能做得到？凡夫一定问你，你是什么企图，你目的何在？啊，没有目的，没有企图，那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？啊，菩萨在干傻事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。啊，另外学他办事的方法。啊，处事待人的态度。样样都要留心学习啊，乃至于我们这个道场，给一些做义工的，啊，道场上帮忙的，啊，这些人也都是菩萨再来的。他们工作的精神，啊，工作之努力，照顾道场，照顾大众，实在也是李牧原居士一流的人物啊。所以我告诉大家了，是真话了。这个道场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再来的很多很多。啊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。我们经也读得不少，也听得不少，体会到这些事实，那就应当一心恭敬，啊，先对这些道场里面的大众，这些义务工作人员，兴起最恭敬的心态，
我们眼睛里面看他，他们都是诸佛菩萨再来的。然后用这种恭敬心啊，这个恭敬心在道场培养啊，养成之后，对于社会所有一切众生，都是用这个恭敬心啊，那你的修学就提升到普贤行了。普贤行第一条，礼敬诸佛，你才能做得到啊！你能做到第一条，才有后面的九条。这个第一条做不到，后面九条通通没有啊！啊，这就盖楼房一样，你没有第一层，哪有第二层啊？所以要晓得，在道场我们学些什么。学以致用啊，学了之后你会过日子，你会生活啊，你懂得怎样处世待人接物啊，把从前的轮回心变成菩提心，把从前的轮回心变成菩萨心。你要问菩萨行是什么样子啊？李牧原居士就是一个标准榜样啊，他的生活菩萨生活啊，他的工作他的言行就是菩萨行，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了所以这个修学环境稀有难得啊，道场殊胜，设备殊胜，修学环境殊胜啊，还有这一批人现身说法啊，真正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，你们想想这个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有理论，有方法，还带表演。啊，今天在这个道场，你们全都看到了。啊，道场里面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在表演的。活的五十三餐呢、啊？所以《华严经》在此地讲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到啊！现在看看这个环境呢，当然要在此地讲。啊，为什么只有在此地讲，才符合圆圆满满的《华严经》？啊，我们在别的地方讲，好，你讲华严理论，讲华严方法，讲华严境界，没有人做啊，没有表演的，此地通通表演了，你看这多殊胜啊！李牧原居士在梦中受韩馆长把《华严经》交给他了，附托给他了，这他向我们报告的，不是偶然。啊，所以时机也因缘，这个地方是真正成熟啊，我们凡夫意想不到啊，一切佛菩萨安排的，比我们想象安排的好啊。
啊，你看李牧原居士原本想弥陀村，就想到居士林隔壁这栋大楼啊。啊，而且价钱都谈好了，所以佛菩萨安排啊，让他把价钱提高啊，我们就不要了，就另外再找一块地方。哎呀，比这个地方殊胜太多了。啊，土地面积是居士林三倍大，啊，整个居士林的面积三倍大了，啊，208000尺，啊，要和中国多少亩呢？和中国大概50多亩啊，啊，这么大的一个面积。而要的价钱比隔壁那栋大楼还低啊，隔壁那一天谈的是275000啊，现在这个地方只要250000了，这个不是，这个2500万的啊，那个隔壁那个那一天给他的价钱是2750万，你看还便宜啊，这岂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吗？这哪里是人安排的呢？啊，这佛菩萨替我们安排，佛菩萨照顾我们，我们不认真努力，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？啊，对不起佛菩萨是小哎，将来要堕三途哎，那个事情大了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给您安排的，你要不成就，那你就要堕地狱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没有第三条啊！啊，没有这种的，这是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认真，要努力，要好好的学习。啊，实在讲的说，上是往上在学李牧原。往下的时候，每一个义工我们都要向他学习啊，你看他们工作的态度，他们工作的精神啊，他们那种发心我们都要学习啊，你看他们那些，那就是53位善知识啊，53位法身大士之流啊，我们在此地不但读华严经，听华严经，啊！你看这么多佛菩萨表演的时候，这是活的华严经，啊！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像这样的道场，全世界找不到啊！你能够找到就讲华严经，啊！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到华严群尊做的表演的，你找不到。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肯定啊，这是世界上唯此一家了啊，我们能到这个地方来，这多么幸运啊，这是大家的福报啊，一定要珍惜啊，这个因缘福德啊，认真努力修学啊，就希望你们大家细心观察啊，多想一想，提供意见给李居士做参考。好，就讲到此地啊。